通过散打印技术啊，在非常狭小的空间内，我们实现了啊多个精密零件的集成制造，实现了冬奥主火炬的高颜值和功能性。这一套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系统，每年发电量约50万度，相当于每年节省标煤2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0吨，为整个输化管制冰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如果冰面温度不均匀，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会影响选手的发挥。所以我们的不锈钢管作为流体输送管，必须确保产品尺寸精度。外形摩擦还可以，外形摩擦不错，现在这个外形精度还挺好。漂亮漂亮，转起来转起来转一下。在钢管的铰制过程中，我们采用精度较高的铰制机，而且是反复铰制两次，也就是说必须保证内外椭圆度达到较高精度，这样才能确保不锈钢管在长管使用过程中相互之间衔接能高度吻合，确保液态二氧化碳在流动过程中的流量和流速，这样确保了最快的冰的恒温性。钢的强度提升一倍，就意味着它的用量要下降一半，把它的耐蚀性提高一倍，那么它的这个寿命就会延长一倍，这是多么节能环保的一件事情。我国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和一些特别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都参与了奥运用钢的保供项目。通过参与冬奥会的用钢保供，推进了钢材品种结构调整升级，比如说钢结构替代了原来的一些钢筋混凝土，那么更高强度的用钢呢，带来的是钢的简量化。
不知不觉，冬奥会的赛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在北京冬奥组委的统筹协调下，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成立了科技冬奥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各部门共同努力，协同推进，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提供科技支撑，有力促进了节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我们在奥运的87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以及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全线都做了5G和 4G 的全覆盖。北京冬奥会是奥运史上网络的带宽最大，然后速率最高的一届奥运会。那么所有这些视频信号呢，都是通过咱们总台的 5G 传输系统，使用咱们的 5G 网络来去回传到咱们总台的内部的一些演播室进行节目制作的。最终我们的画面现在已经是非常稳定的了，无论是说 4K 超高清，还是我们做其他的高清的节目回传，都是可以满足目前我们所有的节目需求，做到一个稳定的回传了。您也不知道。